趣味折纸课，今天我们要折的是连衣裙。拿出需要用到的彩纸、彩笔，现在就开始吧。第一步，将折纸上下左右折出折痕。第二步，左右加捻，对齐中线也折叠。第三步，将下面两个角分别向两边折叠，压实。第四步，将上部分的纸分段对折，这里大概留出纸的下部分六分之一的距离。小朋友们可以伸出小手看看，就是自己半截手指的距离。第五步，将纸的左右角分别向后折。第六步，拿出准备好的画笔，给裙子画出小兜兜的部分，还有漂亮的领子，一条好看的连衣裙就完成了。小朋友们学会了吗？下节课我们要折的是霸气的霸王龙，需要准备一张绿色的彩纸，黑色的马克笔。这节课就到这里了，下节课再见吧。